我要去出车台，不要这样，不用出车台，太好听了哇！真的，你把你歌词全在这架子上，帮他开车，对不对？我的梦想每天早上不要被闹钟叫醒，叫醒你，是个梦想。 哦，要！从台北开车开到台东，我们把窗户摇下来，我们一起 say hi。下车，为这个游戏我们要撤换主持人。哇，哎，你要这控制方向吗？还要去想 AA5AA 那这，哎，那很累。 那当然，我觉得受到金曲奖的肯定，也是一个阶段性的里程碑。但是我会希望说，这是一个课余的新的浪潮，让很多的音乐人应该要把过去传统的思维都丢掉，不是丢掉，要把它保存，只要让它融合于新的东西。这样，我觉得我们可以继续的往前迈。现在，谢谢大家，谢谢美女朋友，我叫罗文宇，什么代表？